好了，兄弟们，那个现在时间快7点钟了，停车干饭。刚才路边那个真的太香了，忍不住了，先干饭再说。我、哦、靠，这个蛋炒饭，还有这个钵钵鸡，太香了，都排起队了。然后我就选了这一点点，一个干碟，再要了一碗蛋炒饭。好了，这个蛋炒饭上来了，配上这个钵钵鸡，干饭。嗯，今天都算是奢侈了一把。刚刚就送了一个乘客到这里，然后就被这个香味给吸引了，刚好肚子又饿，又是晚饭的时间，人是得饭是刚。这肉很好吃，但是它有4个签，我还不知道一个签多少钱啊。鸭子。OK， 兄弟们吃饱喝足啊，整条街感觉都是他们家的，摆满了。最后我们一共消费37.5块，一份蛋炒饭，然后还有那个钵钵鸡吃了，真的挺饱，很香，可以啊。我也是随缘，刚好到这儿，然后呢，给他吃饱了，咱们接下来就去跑单。